是第一段采访，他说我那年是8岁，在青州的一个村里上小学1年级。当时的生活基本上就是逃学、爬树、割猪草，把猪喂饱了之后呢，再去帮姥姥这个哄这帮小孩儿弟弟妹妹，然后除了这个之外，外头有什么重要的事的话，我应该也记不大住了。我当时也不怎么关心这些事儿。学了1年。